台湾领导人蔡英文，用这种方式啊来讲，把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，那是一定会受到14亿中国人还有海外所有华人华侨的这个强烈的反对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问题上呢，我们是义无反顾的坚决反对蔡英文的这种所作所为。我们的华人华侨实际上是不希望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的。因为蔡英文这个探访也变得更加紧张，蔡英文用这种方式来去分裂中国、分裂这个统一的这种行为的话，对所有的华人华侨来说，就是一件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这个绝对不能够坐视不管。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，实际上，都引起了这个海外华人华侨的这种愤慨，所以呢，这个碰到这个大是大非，让他。所有的海外的这个华人华侨的话，都绝对是你会统一一个这个意见，统一的这个行动去反对这些行为。